好嘞，各位观众，欢迎各位来到水饺罐头的游戏频道。那今天呢，终于要来玩之前一直说要玩的钢铁雄心4的 mod。 那今天的话，先从最近刚更新过的 TNO 开始玩 The New Order， 中文好像叫新秩序。这个 mod 算很有名的。那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因为这个 mod 我也不常玩，这 mod 我不常玩。那它这几次更新之后，故事观有一个很大的变动，我稍微讲一下我知道的部分。那这个 TNO 啦，一般简称叫 TNO， 它的世界观架构在轴心国获胜的世界观，然后世界分成三大组织，一个是美国、轴心国跟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刚好等于就是美国的话就是在美洲嘛，然后轴心国的话就是跟意大利还有一些旧的轴心国国家瓜分掉整个欧洲，然后建立了一些总督府之类的。俄罗斯那边因为战败，然后就分裂成一块一块，有点类似军阀各自混战的感觉。啊，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日本为首，然后外面有很多亚洲殖民地。大体架构是这样子，那后面有发生很多很多故事，后面有很多事情，例如说他们可能两边又打起来，然后又输掉，那部分我不太清楚，但是主要架构就是把他这个世界观营造，就是法西斯主义获胜之后，然后整个世界陷入一个很黑暗、很混乱的状态下。那游戏，那这个世界观，它在里面，这游戏里面会有很多的文本介绍啊。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我是蛮建议载下网看看的。它最近看一下哦，你来这边稍微看一下。看轴心国在二次世界大战获得完全胜利，然后新的秩序莅临全世界这样子。啦啦啦！然后它的世界观是已经跳到1962年。我刚刚讲过，他是在1945年之后，然后中间有20年的事情，他中间改过很多故事，我也不太确定他现在变怎样。不过大致上就是呀，就三个组织啊。那游戏里面目前可以玩的势力，其实他这边是列出来而已啊，但其实不止这些，有一些小很小的国家还有自己的国策，但是他没有列进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有分。就是美国为首的民族阵营，是美国啊、巴西，还有个南非、乌克兰，这两个锁起来好像是因为还没做好。然后德国的话还是希特勒，是英格兰王国，下面还有个哦，这个勃艮第，他是我记得好像是就是希姆莱带领的党卫军，因为他们搞了一些太严重的事情，所以被希特勒划分到勃艮地区，自己管自己的小块地这样子。爱尔兰，然后中非，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非洲总督区啊，非洲专员辖区。然后俄罗斯就分成一块一块这样，然后里面有很多组织啊，但是然后点几个比较好笑的，不是比较好笑，比较有趣啊，这个萨布林嘛。他蛮熟的，像找一下齁，我记得有个是哦，对，是很神秘的亚利安兄弟会，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亚洲这边的话，就是以大日本帝国为首的东亚共荣圈，然后还有一个是傀儡的中华民国。这一次最近啊，二月初新改版新增了一个广东国。他就是把广东这一区块珠江三角洲这一块分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区域，然后里面没有政府、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有几个企业去，好像有四大企业去掌握，就变成一个资本主义至上的新实验国家、新实验地区啊。然后日本那边有派一个人来管理，对，蛮听说玩起来蛮强的。然后还有意大利跟西班牙。好，那稍微看一下这个世界观，就是可以看到这边被瓜分嘛，瓜分完，然后德国长这样，
还有个勃艮第骑士团，就是西姆莱。西姆莱这边，意大利这边是西班牙为首的伊比利亚联盟，还有些就是被分得很奇怪。那这个游戏，这个 mod 啊，不是说这个游戏，这个 mod 里面有些国家有自己，应该说有剧本，然后还有自己的事件链或是国特殊，然后每有自己国特殊的国家，通常会有一些自己的系统，就是属于自己特殊系统。然后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没有国车的，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点下去会发现一些不能玩，好，那蛮正常。变你看，然后就整个俄罗斯乱成一锅粥。那亚洲这边就长这样，还有这个大满洲帝国、啊、日本帝国，然后这个叫什么？这个好像没有国色，中华民国。我们今天要玩的云南哦，那云南的话，它在游戏里面也是画在大中华共荣圈的另外一个独立，不算独立，算是附属省份里面。然后我们点进去玩一下，完了，完了就知道故事长怎样，因为故事改过很多啦。以前的故事，哦，以前故事超强哦。以前故事还有什么？德国内战啊，希特勒暗杀、啊，然后伊比利亚大坝、啊。现在我不确定有没有。然后你选了一些特殊的国家之后，它开头应该都有个，它有个背景介绍，跟它每一个特殊国家自己的介绍。那这是云南自己的，他跟你讲说云南目前的情况，就是在这个世界观下，当前的情况长怎样。所以他说：“哎、欸，龙云一开始原本云南的领导者是龙云嘛，他就跟他谈判了。亚比亚，我看一下，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了。对他这个故事的话，就是重庆之后，重庆之战日本打赢了，但日本被。”日本把重庆打下来，应该这样讲。日本把重庆打下来，然后云南被包围，所以龙云最后选择谈判，这样子。还有个汪精卫背叛，东西。不是，他应该是说汪精卫背叛蒋介石，所以然后之后故事之后掌控权就交给潘，阿龙云呢？OK， 好，看一下，对哦，所以在这个世界观下，蒋介石嗝屁了，然后剩下那有个伪的中华民国，啊，卢汉目前的困境就是云南境内有异议跟叛乱，然后日军还在弄一些暴行。不是龙云卢汉，我们现在是玩卢汉，但龙云在哪里？我想我们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要想办法现代化，哦，了解换统治下主要意义者的生平。他们说，就是这有一些这个 mod 的特色比较像是看图像小说。不过我印象中，中国好像算是战争量比较大的，相对大一点。哦，这边，然后这个是整个新秩序的背景介绍。你再大家看一下，就是反正就是德国嘛，日本跟美国各占一方，还要打所谓的冷战啊、代理人战争，或是冷战之间互动。所以如果核战争，如果有人开始动手了，有射核弹，大家就互射，然后就会，全世界热核战争，然后游戏结束。然后还有个经济系统、法律，就想成有点像是维多利亚，好像有写吧，好像说就参考维多利亚二的。啊，这边，啊，没关系，哎，咱们开始吧。
我先看一下我们，我看一下哈，附近都是盟友，这什么鬼？这个好像就是外交吧，这外交，冷战的排名哦。现在全球紧张度62，还有分数这样。好，没关系，慢慢来，步步来。这周边东南亚都被弄出来，这是我们的吗？哦，是。哦、这个不是，我不知道怎么他们还活在这里。很不想管吧，把它丢过去而已。马家军跟川西，还有个新疆欸，日本。好，我们来管好我们的一亩三分地，要昆明。我不知道怎么玩。科研的话，我看一下哈。哇，我这个科技看起来很吓趴呢，不鬼。也在1988呢，我应该只是写出而已，可能玩那么久。啊，不知道点什么就点个这个吧。要点什么？点个工业应该不会错。监狱哦，可以盖监狱哦。医院、学校，好哇。好吧，先开始冲一些民用方面，调个三倍速吧。训练，这个是什么？这是六步，这是六步，只是这个六步比较豪华，这个比较普通一点。我不知道出什么，要出什么，出这个好了。又缺装备，我没工厂欸，我鬼，玩屁。哎，好吧，算了，我们点这个。来吧，先来个，触发事件。好，来，先开始，我们自给自足。哎，有了，有工厂。来，生活消费品。想要干嘛？不知道盖什么就盖。等我消费品吧。那生活消费品在哪？还要盖在这里哦？还是这样子？这样子吗？对啊，我很困惑。盖。基础设施，这是地块。现在缺什么？应该要盖灯塔喽，吧？他要麻烦了，好多东西要盖。这里我看一下哦，还要管，我记得还要管一下 GDP 哦，农民在这。让我看一下，先出个枪吧。马上就缺，不过我需要帮助，来看一下。啊，好，我看不懂，太难了，真的是维多利亚哎。哦，我在钢丝里面玩维多利亚，我要疯了，要疯！好不，海军船坞啊，不行，我在内陆也不能盖船坞，
哎、欸，我说该些有钱。啊，这也不能盖、哦。我们电力怎么样？电力有五，先产出五。哦，我们用掉多少？灌溉基础设施好了，一定不会亏。啊，不知道盖什么就盖基础设施，不一定赚的。哦，就这样吧。反正对啊，就是枪跟炮，反正这两个一定会缺的。好，资源装备，好，就这样，这样就这样盖了啦，也不知道干嘛。哦，这是霓虹灯配色诶。哦，它还有每个城市有自己的那个介绍。昆明。哦，云南日报。好，夏威夷导弹。嗯。安家事件哦。OK， 我们把导弹撤回去。好，奈迪要上台了。艾安安现在在摸索当中。他也不知道干嘛，就等。哦，看一下哦。哦，他们要开始登月，哇！这个世界观，德国已经开始哦，德国已经成功登月了。哇操！还要开始冲火星哦，好屌！厉害厉害！哎哎，终于完成第一个国测了。看一下，我们在。对他这，哎、欸，我看一下哦。OK。所以反正我们现在扮演是卢汉，然后我们也不想去干涉外面的事情，想管好自己的小弟。不过里面有一些前国民革命军游击队还有共匪一直跑在里面当马匪，我们要把它除掉。OK， 好，来建设云南，继续往下点。哦，这个。要花钱哦！好，我们先来这个好了，挖矿，挖矿感觉就是可以再赚钱，就这样吧。哎，卢汉，应该是这篇应该是介绍卢汉的。OK， 看一下，就大概看得出来，就是结合一开始的剧情，就是说，反正因为抗日战争打不下去了，所以那龙云的影响力太大，那没办法，只能换卢汉上台，还可以稍微稳住一下各方局。但是卢汉好像也目前看起来还好啦，反正卢汉就是用尽各种方法，不管用什么手段，就是要管好云南而已。不过，看我们点这个，他说下一个触发事件龙云，哎，也就很不妙。哎、欸，没想到先来一个不妙的，
又是刺杀事件。哦，看一下哈，来，我们来看看正月庆典不久哦。德国方面声称此人是日本特务局宣布，日本派人要来干希特勒。完了完了。不过这样看起来，德国看起来蛮虚的。你看他这边都写了，德国人自身难保，他们的统治要崩溃了。好，龙云来了。所以云南境内还是有一些反抗的声音跟密谋武装密谋者、哦、他们还是想要找龙云回来，然后来打一波，要来一波大的，看看那一波是有多大。哎，好多东西，但这个界面我真的不想，很痛。哦，希特勒选择包曼。看一下齁。那继任者是马丁包曼。OK。对他我看一下齁，我记得他的竞争者有谁，支佩尔嘛，戈林跟海德里希，这好像是里面最强的，最怎么他怎么讲，最激进的一个。支佩尔好像是相对好一点。我没记错的话，哎、欸，啊，顺带一提，斯佩尔好像是当时德国纳粹的算是建筑设计师吧，还是什么？反正建筑风格很多都是出自他之手。然后他的后代就小斯佩尔，好像就是这一次卡达尔足球场的设计者。我没记错的话，就他，然后他的后代最近还是有新闻。啊，这题外话了哈，没关系。反正我们只要知道是包曼上台就好。啊，不是包曼上台，他指定要包曼了。这个到后面好像会影响到。啊，跟我们没关系哈，那是德国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哎，水哦，找到新矿。OK， 好，所以是考古团队去那边挖，然后找到了文物跟锡矿。他们希望把文物带走，然后我们也没得选，来屌他，他看来就是要卖矿了。不啰嗦，这边先来个这个好了。卖矿时间，标开始。哦哟，是哟，捞钱时刻。哎、欸，来来来，稍加利用，大家都要来买哦。看一下，有日本人，然后本土。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是由那个高中武率领的了。然后谁？看一下，他也没写有谁。嗯，觉得吼钱还是自己人赚好了。47。哦，所以这哦。这封信都是当地地主写给我的。对啊，我们把它 OK 好，就是把锡矿的开采权给自己人，优势哦。哎，来开始了，吵架吵起来，价格吵起来。哎呦，
直接加个零，加几个零，哦，没了没了，感谢我们账还是赚的。下，哎，没关系吧，商场如战场嘛，打仗就是这样，赚钱，反正本来也没有要甩日本怎样。没关系啊，大家都有钱，大家都有钱拿，买提高 GTP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有钱，大家都有钱赚。我其实我现在真的蛮无聊，因为我会什么都不能点。好，我可以出这个情报机构，我应该出一下，但我觉得应该没什么用。澳洲总辞好像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是那么在意。总理辞职哦，有人下台，哦吼，对哦，俄罗斯要出事了，欸，连监狱有人逃狱，这不得了呢。嗯，第三选择，看，OK， 所以就是武汉的压迫起了反效果，底层那些饱受压迫的人民，他们要一个领袖。结合前面讲的，我看这个领袖吼，绝对不会是卢汉的，应该就是龙云了。这国策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决议，我根本没点。看一下，越南，好，不重要，我们加下面。就等。哦，哦，看来刚刚观众讲应该是这个应对抵抗组。哎，下一个新的事件出来，我看。啊，对啊，云南那个时候他没什么被打到，他们有人跑过来。OK， 反正就是这些知识分子跑来这边之后，然后也觉得，跑过来这边也是要抗议卢汉做的事情，然后这边又是暗示说，只要有人振臂一呼，能改天换地，就是在暗示要有人要翻天了，就对了。就等呗。OK， 看一下，有新的故事。
他们军内还有护国军，直面楚歌。他刚刚有提到四个嘛，四个方向，沿着那个绵阴公路的前国军、哦北军、四军、护国军啊、哦，四个。先从左边开始好了，先从革命军开始抓。有跳决议出来，我看，他说这个不要点。我先看他这个决议写什么。就是先，反正就是我们要先盯谁就对了。内贼、外敌，变化。耶、yeah。这个要花枪，这个要指挥点数，要 PP，PP 打 PP 可以干嘛？哦，这倒是想可以用来干嘛？是可以切这个吗？不能切啊，那应该就是用在决议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点什么。先不要管，好，细想一下，我也不知道点什么，那干脆都不要动。我们可以加驻军，加驻军就加钱这样子。啊，看一下的 GDP 多少？你怎么看？一的超赛，找一下吼。经济，而 GDP 有在上升吗 ？OK， 这样好像有在涨，看起来是有，当作有吧。哎呀 ，GDP 增长率有一点点在跑。不要看这样，它其实跑蛮慢的。好，没关系，下一位。OK， 对，他现在是这个是在讲有个国民革命军的老兵，然后他们还在那个边界，应该是这个，应该这一块，这个边界那边训练新兵这样子，大致上是这样。把它点完好了，先稍微看一下，我们一个个看，然后不重要。我们先把四个都看完，然后再考虑要先从谁开始。那看起来，但我们可以上来，不过从前面来看，应该就是让它炸掉。整个炸掉之后，龙应该就会上来了。最喜欢看到血流成河啊！
就是跳了两个事件。对，哎，我看这个是河哦，这个是河内之行，所以先看这个是别的。对啊，就我看不太懂哎，他写小，他 这篇写小李，这小李应该是男的人吧，卢汉政府的，然后跑到越南去抓赤军，这样子，看错的话，看一下，哎呦，能不能江泽民出来了？好，没关系，去清，去剿匪，这个匪是不得不剿的。故事开始越来越清楚了。我头倒是有点痛，但从头到尾都在看故事，看字。吓我一跳，这个没关系，让他们再这样搞下去不太好。通膨率，但是我不能点，因为我会扣钱，这可以，这可以点一下。行政效率改善，感觉只影响那个，那还好。那像这个就要，这就跟枪有关，我没枪。哦，就是一个官兵民反的故事。后，赫兰专员辖区的领导人被刺杀。那俄罗斯跟德国、俄国那边、欧洲那边要出事。好，从这个开始啊。啊。三巨头，三头同盟，马耳他三头同盟。那这个三头同盟是谁啊？目前只看得出来，应该有个土耳其，有个伊比利亚，另外一头是谁？意大利。对吧？三头同盟感觉是一二，可能是希腊吧。希腊何德何能？啊，我们回去。
哦哦，另外一个是意大利 ，OK， 有三头，乌拉圭，不会纳粹恐袭，要过。哎、欸，又来一个。对内部开始了内鬼，他刚刚讲护国军嘛，那我们一样从这边开始点好了，不是是前国民革命军，然后赤军、北军跟军队内的护国军。好，我们先用革命军开始清。哎、欸，意大利对南沙布宣战又来，又开战了是吧？哎、欸，不对啊，他宣的是哪一个？这个南沙布，我说南沙布不是裂成一块了，还宣啊？哦，大家都进来了。来研发一下东西，入人口加三宝。可以继续点这个，不知道点什么，随便点。哎呦！土耳其也开战了，这不得了啊！来，让我看一下。嗯，意大利介入哪里？啊，我看错，他介入这里吗？他在跟他打吗？哦、啊、他是要附属国，所以要不要拉进来？他在跟黎凡特互殴。然后这边是俄罗斯境内发生的小事情哦，跟我没关系，他需要管。他画他被切成这样子，真的是。看一下哦，这个世界应该是我们自己。哦，龙云出来了。看龙云，龙云只是下台，不过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以为他被关起来就也没有，
看起来只是把指挥权交给卢汉而已。好，这个是江泽民的故事。不知不觉，国车又点完了。啊，这是我们革命军的第二个事件。我们先把它点完好了，这样混着点，搞混。先看一下。高，最高统帅部在哪里啊？第五上面是不是没有？还是有残军啊，我看到。知不知道他那个组织被划到哪里去？哦，他们等一下不是，他们七一个老赵，一个老兵，前面提到的老赵嘛，老兵配上七八个新兵，要去打两辆装甲运兵车，这么酷的吗？先，哦，这个好了，这个那个公路重修式项目，感觉很酷，跟他谈一下。不知道现在故事变怎样，好奇。反正玩这个 mod 看故事大于游玩性的、啊。那我觉得故事写的还不错，不然人家想一看再看。哇，南沙布巴巴。解脱与游击队啊，那个铁托啊，好没。好像说我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好像以前玩那个时候有听到。哦，后面打仗哦，有大家知道后面打仗会打，我听说了，也不是听说，就有看过几个的仗，就例如说什么德国内战啊，然后南非战争、俄罗斯刺激圈。运气不好的话，大中华共荣圈好像也会炸，云南好像也会炸吧？这龙云好像也会出来，但是那是旧的，我不知道新的会怎样。新的他写的，哦，勃艮第弄出来一个核弹哦，这么吵，啪啪。来，我们跟他谈判一下。他是一定会出来哦。先发送提案。好，没关系，去跟他谈，好，去谈。啊，我们派部队过去。哦，又来，又有选项。
我多少？看一下，他就是三个选项，要说服他嘛。跟你讲哦，这种时候饼越吹就是要越大。我们还有95点，啊，干超赛。觉得大概要花不是这个外交官很逊欸，好，我们自己多投一点好了，我们多投一点没关系啊，好好，终于啊，没关系，成功了，哎，成功 OK 了 OK 了，水水，先设计吧。啊，我看一下，我们要派出大量劳力，然后花，反正就是花更多钱，用更快的时间完成。另外一个是取得平衡，第三个就是多花一点人，然后比较慢。好，太好了，中间派。反正有点爆高，点一下好了。宋庆龄啊，宋庆龄还在哦。蒋介石刚刚蒋介石好像嗝屁，这是嗝了，他一定嗝了。毛泽东也嗝了，看到的话。哦，汪精卫也死了。不确定，不知道汪精卫死了没，但是继任换高宗武。对，他开始跟江泽民接触就对了。看一下，我们要重修，但是这个好像要时间。那我们现在是要干嘛？我们要这边不能乱点的，我们 PP 要存着。就之后刷其他组织又要用到 PP。你看我们前面累积那么多，一下就用完了，现在90。哦，那个变成。哦，好不，哦，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用压它，只会变我们的，对，算了，它不压热，日军好，那我们现在也没钱，那个去压。啊，这个事件，这事件是军队状况。这个状况是哪个出来？这个自己的，是国策的东西。就是在说什么经济不好，政治腐败，啊，军不是政治啊，军纪腐败，大概这样子。就玩一下 TN 喽，哎、欸，可以重修了，修起来，不用。轮到张学良出来了，
哦，张学良感觉要，哦、他就开重新开始接触他以前的人了，这样子。好，这是赤军的事件线。哦，这个是小李，就是刚刚跑去越南掉到洞里面那个小李。继续先把赤军的一点完。哦，联系越南是吧？哦，这个会加基础设施，还会增加我们的行政效率。好，先点这个，看起来蛮厉害的。断绝他们跟农村之间的关系。这边就我先不要点了， PP 很缺，你看我们随便点个什么就没了。没修路，等一下还要跟越南互动，哎，麻烦。好，下一个。那个人我比较不熟，所以我不知道讲什么。然后他我比较不熟一点，我只有听王九在哪边看过那名字。是 TNO 介绍，或是我记，可能是我记错，就直接跳过呗。就跟越南互动，我要把这些全部点完，我才可以往下点。孙立人也还在，啊、他这边这个是刘文辉，就是以上就可以看一下。他这边有讲说他们是为什么还在啊？好，我按暂停才可以看，先看一下。好，所以他们两个都是日本觉得说留着也不会怎样，就不打了，那就放着。这个也是。等一下，他变好老、哦。现在发现这件事情。然后他在原版里面还算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突然变很老。可他的 buff 反而变少哎，好累哦。现在5%而已。来，我们看一下。在讲护，这个是护国军事件。而且我们来剿三匪。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欸，也没有啊。我有可以跟越南那边有互动。没有。骗我。
合计就啊随便点了。哎、欸，这个已经超前了，不用点，把这个点满。哎、欸，这是蒋经国，我忘了说这个看那人看起来眼熟、欸，真的是。所以蒋经国跑到大漠大西北那边去，派安安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TNO 啊 ，The New Order， 文本量很巨多的钢式模组，看故事模组。等一下，我看一下。好，你等。每次跨越那个自动存档都等很久。群山之外啊，群山之外上个事件就是，反正就是讲说那些土匪是被迫逼当山匪，好，被迫逼当马匪，大概这样子、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故事。咱们要去打劫的村子里面有跟军人关系还不错，别打了吧，回家了，回家了呗，把这个点一点。那这边有什么？没有新的事件。马拉加斯加，德属马拉加斯加崩溃。鼠油，哇，这一个小岛上面可以分三个地方，不得了，厉害，厉害了，我的马拉加斯加。这个是，这应该是德国的，这是军政府，这是共和国，太神奇了。而且这些地方都是禁止通行，所以他能打的只有这一小块。活生生完成一个 TD 塔防、欸，回来。不过那个世界还是离我们太远了，跟我们没关系。欠家上涨，先然后讲话，先从这个开始看好，这个比较前面。OK，
哦，所以蒋纬国是被蒋经国跑到西北大漠这边，蒋纬国被抓走。现在看来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统治看起来有点太压迫性太高，所以然后前国军不是前国民政府人开始动员起来，互相串联，然后开始有这种风雨欲来的感觉。要么有谁？看嘞，随便上个，让眼睛不要这么痛。他63年了，哎，这边是走完了，现在就是轮到军队内部的护国军了。我对这个，就这边的人都不熟，然后就是有人跑掉。然后，这个都已经超前了，不要再点。不搞了，也不知道点什么。我开局开始训练的部队到现在还，现在可以放了，都没满，算了，就放着，必要的时候再放出来就好了。先可以选，来看一下，没有看一下，反正两个都要点，而且两个都没有事件，那随便点吧。一个是清洗，一个是扑灭反动思想。哦，意大利，我忘记这边在打仗。我没关系，反正他们赢，那意大利赢了。不知道滑鼠要放，有必要放哪里？
广东我们这边也不知道他情况怎样，看起来还好。就被我 ban 掉了。今天我自己的超市见。用主题曲开始听好了。哦，他换成那一首。换成新的那一首。要 50P, 有必要。浪费。现在可以点这个了。等我们清除了各方势力。但是有没有清除我也不知道。看后面这个变怎样。真的，我们现在能做就是闭上眼睛，心存希望。遇到困难不干了，睡大觉。我们这还在修啊修，修到什么时候？我看一下，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也来看，我觉得可以看。如果你喜欢看故事的话，蛮推荐的。目前他故事蛮好，写的很多，很不错，很有趣啊。哎呦，看，我讲那个超事件，安田危机，有人要跳楼了。经济又要崩盘了吗？DNO 哦，德国内战，德国内战故事我还没看，因为我看的时候是旧的，新的好像有改了。新的我再看一下，我想说就边玩边看。然后菲律宾也开始内战了，是吧？我美军，看它分成什么？分成个美。哦，这个就是美军吧？啊，这应该是共产，啊、哦，社会主义的。这个是什么？端民族。大概从，因为他们也没有国策，所以只能从我去判断，他的决议去看一下。而且反正他们都对日本人不爽。哦，这是共荣圈里面的人哦。好，我说为什么他没有？因为他是共荣圈的人嘛。好，我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清完四方势力的事件。我们越清，然后人越多，啊，人越多，我们就要花越多的资源，恶性循环。哇，两兄弟，来走了走。
真的是很会催眠自己呢。这什么？什么？现在开始忽然间各地硝烟四起，又来又来了。这边打得蛮精彩的，多方混战。欸，日本有下场了，看一下。不过这个不知道是，欸，啊，这个应该是没下场了。我也看不到，好可惜，哦。哦，开始了，开始了，俄罗斯也要搞事了。欸，有打日本好像有下场，因为看到他这边在移动。看一下我们，欸，没有新的东西点。好像现在是要看说我们要不要合并，我没看错的话。好像是跟他吧。贵州合并，看一下。我们两条事件线。一条是驱逐统一。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和平谈判。埃及选国家，欸，我忘记了，金汤好像是有新的事件还是什么，就是好像有更新过，可以看一下。我们走这里好了。我知道他有一些有画那个横条，那就是被锁起。新政府打赢了。就总督府那边爆了，还有军政府。对啊，他还是纳粹啊。把它看一下。高中无现代化，要苦一苦百姓。对，高中无要来云南找资源啊？没有，他是猜测而已，啊，往好的方面想而已。估预算哦，估预算爆。暴热，穷，要穷死我！力量很高呢，我就没有再管了，要翻 K 了。我要开会，然后合并，大家都不要管。
是开会，我们是现在这边是跟贵州的何应钦开会，讨论合并的事情。哦，他现在是副主席。对啊，我现在这样看起来蛮多的，很多。毕竟是主席嘛，湖南省主席，一领导者，现在蛮多的。有这个合并的话，跟我以前玩过一下下，跟我印象中差不多，龙的部分不太一样。你是玩哪个国家？海地政府被推翻。哦，我不知道，美国我没玩过，我不知道。OK， 所以中国共产党又回到云南了，跟越南的共产势力合作一下，啊，又回去了，再干了个寂寞。哦，马拉加斯加军政府又赢了。来喽，开会讨论。协商，这个不能等一下，这个应该要先看。刚刚是在讲安田崩溃嘛，然后日本经济受影响，整个大东亚共荣圈经济也受影响，要开始了是不是？好，看一下是说什么，右边集权，左边分权。哦，所以现在是这样，那现在马尼拉是在美军手上啊，在那个手上，这块大。那考贼寇岛是在谁？哦，在他这边手上。仔细看一下，他是在偏左边一点。所以，共产政权拿下马尼拉，然后强制结束。现在剩下美军部队跟这个，啊，另外一个日本那边已经不见了。现在反正结果好就好，算了。广东看起来还好，我们看一下经济事宜。当然是由我们理啊，往右边走吧。这行不错，他留个位置。哦，好妖嘞！
换人上台。那就整走这里。我刚刚点的是比较很集权化，没办法了。OK， 江泽民要正式启动了。王文忠三贼长生，好。也不知道点什么，就点一些加 buff 的东西。何应钦的未来，给他挂个颜值好了。我跑太快，我这样还没点到他就这个还没点到，他已经跳到这里来了。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机会看到龙云上台？那我看到我们跟贵州合并吧。哦，两边又开始互殴了。第十四军，本来第十四军，哇、哦，他们要回来夺回那个了吗？夺回菲律宾就对了。在哪里啊？在你操！哇，从这里开始哦，从内部打出来，对了。看一下哦，德富志军的家乡。哦，所以他们是原本被赶出菲律宾群岛，然后日本给他们部队，给他们补给，再让他们打回来。好，日军反攻菲律宾，来了来了。哦，素哟，好像有点意思哦。哎、欸，靠哟！阿嘎，越南怎么？越南怎么政变了？阿哥。看一下菲律宾。可以用学说的、欸，也不知道点什么。现在只有陆军，那就是这个了。要点完了。一个一个点，
我连首都都掉，好冷哦！还有日军的部队。哎，这美军把他们推掉了，美军部队推掉他们。哦，我就不信他打得赢。那没了，被切断。哎，又回来哦，拉锯战哦。哦，没有，看来没有了。还是我想太多了。我们已经，哎呦，可以哦，把它点完，搞不好就合并了，就可以统一了。就是这样。哎呀，伊特勒爸爸，哎，这下子要开始了，看来要开始内战了。菲律宾，现在情况就是塞尔维亚那边要开战，俄罗斯开始误打，菲律宾变成美国的，好，德国看起来希特勒死了，我觉得德国应该是要内战了。对，你看已经开始了，陆陆续续开始了。哎，开始了德国内战。然后，对，已经，哎，有新的事件。但是我看一下，我有包曼、戈林、斯佩尔跟海德里希四方开互打。这个是什么？对，他们原本，对啊，他们原本那个都分出去了，什么总督府那些都分掉了，分崩离析，不播了。这个我比较有兴趣一点。疯了！勃艮第顺便偷打一下法国啊，首都中立啊，对哦，这是德国，日耳曼尼亚，看到他那个，在打勃艮第，还也顺便出来打一下。东方领线路，方总督这边还不太妙。所以你夏威夷不见，不在这里，这是在日本手上。他们也没死哦，所以他们保持中立就对了。派尔他们，哦，便开始内战了。对啊，就趁这个时候，趁他需要他命了，不然那边崩溃。
崩盘了。海德理系感觉没什么机会赢啊。还有勃艮第会帮暗中蜘蛛条或怎样，但也没有啊。这我也看不出来。非洲之盾，非洲原本德属非洲三块，他们开始互相联合，地属东非，然后拉脱维亚那边开始出事了，对，拉脱兰。反正现在就是希特一死，然后大家就开始互贬了。对哦，对哦，就是这样。南非也开始了。挪威没了，南非是怎样？我看一下，是南非联邦跟布尔共和国。南非原本是谁的？然后只写分裂而已。南非战争是一个大型事件，跳这个出来。他们现在是有吗？他们现在是非洲之盾，东非、中非、西南非那三个。哦，东非宣战哦，难怪那现在开始了，那这三个应该会加起来扁他一个，然后华沙忽然复国，先从这个开始看，周之盾，啊，杨基佬，美国。我什么时候要来呢？被合并了。OFN 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家开始要介入了，我觉得。国防军，有应该算吧。他们开始互殴了，开始热血内战。啊，莫斯科下去也爆了。来，刚发生什么事？停战协议，好，巴黎被拿走了，勃艮第又大了一点点。这个是怎样？我看一下，我还有五个敌人，还有四个敌人。第十九军区在哦，这里哦。他原本是谁的？包曼的。哦，包曼毕竟是希特勒钦定的那个钦定的继承人，他地盘比较大一点，看起来是有机会的。
哦，有斯佩尔，这酷哦。开始了，难怪卡每个国家这样炸出来，砰砰砰砰的，不这样比较有感觉啊。军阀热血户哦，我们来看我们这边啊，舒服啦，同意了，舒服舒服，嗨点。而是一定会同意，你看他连那个都有了，这个都做好了。云贵良臣同意啊，我有核心吗？啊有，核心就好。保加利亚那边也要开始动身就对了。我们要借由那条公路要回去是吧？进入昆明城。大二基地啊，然后这跟谁？哦，他们两边在打。哇，可怜，个大头兵就这样死了。你看斯佩尔是派部队过去，是不是？现在仔细发现，现在仔细看一下，发现那件事情。哦，英格兰王国赢了，政府军赢了，宝宝，在处理同一件事情，他们在内乱，很好很好。
可还是会顾虑一下他龙云，因为名声还是比较大。他每个名字都不一样、欸、特殊国家有特殊的那个战败的时候下面有一行字，好像每个都不太一样。好，我们这个终于要盖好了，演完这一串国策终于盖好了，好感动。格林看起来是第一个要下去，哎、欸，没有，不是格林，海德里希还是第一个要下去的，再来还是格林，然后应该是斯佩尔吧，鲍曼应该会赢，毕竟是系统钦定的，面比较高。多给一个科研草。这边就是重新统一，不能重新俄罗斯重新统一的过程。鲍曼征服格林，正常。依然海德里希还活着哦。哦，海德里希爆了！现在应该是斯佩尔了。南非的话，我看一下，我感觉尼克松要把部队派到南非去了。南非还在耶，他已经没了，那蛮久了嘛。啊，这什么鬼？那边有个洞，这以前洞有没有这个洞吧？炸出来了。我记得好像，它有，它好像是德国刻意弄出来的。它那个设定还没改掉，它连那个直布罗陀大坝都改了。好，我们要选这里，难统一，能走那了。我还是勃艮第会搬桌下来，就没有了。就喜欢静静的看着。大力倒是对希拉又出手。亚纳，对。哎呦！突然间变得蛮紧，可以了吧？要换新的国策树了。Come on， 南非，再撑一下。哇，他加到他们阵里面去哦，靠腰了，算南非一打四哦。哦，不过他们有志愿军啦、啊。
难过，我说南非怎么撑那么久？希腊爸爸，等一下，我看一下越南废除君主制，西非战争。哇，自由法国要，自由法国要被赶走。然后美国又要派兵过去帮他们。好，乌克兰成功同意了，讲错。啊，他还有一个敌人要打，还没打完。冬雨啊，冬雨盖好，哎呦 ，GDP 上升10%，哎，属于舒服啦。马来西亚这边也要出事了，是吧？这是谁啊？对，马来西亚临时政府，这是马来亚联邦。我现在换谁出啊？我看一下，俄罗斯国临时政府对西俄罗斯，俄罗斯临时政府在哪？对啊，容不是啊，他在哪里？看到反共志愿军，然后西伯利亚。但我等到说看谁吃鸡结束，再看是谁赢好了。这样看好混乱。你看这还在打，还没打完呢。哎，水哦，这个了，我换国车速了。在这边比较精彩一点。哎，奥曼打赢了，同意了。奥曼赢得内战，不，巴拉圭也在打。奥曼哦，我们就接着点而已。我要整个爆掉了！哦，新西伯利亚统一中，哦，新西伯利亚统一中西伯利亚，那中西伯利亚看起来还在啊。连德拉鲍斯，哦，这个是印度的法西斯，不算法西斯，它算是独立
独立运动，独立运动家。复杂这里。这还没打完呢。敌人王葛还在。而且还活，敌人王葛还活着哦。不可思议。牧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只属于我们自己的。终于又有新的了，统一后的时间链。这样就能增加。先从这个开始啊，种田。要不发工资，然后提高工时，我操！资本家，八怪还在打。东方岭，帮你打出一个新的模样了。会加回去吗？没有，他也没有时间。有什么是法国殖民？神奇。哦，他们有些人加回来了，他卖那些四周的啦，都加回来了。呼唤下乡，我们就种田，就硬种。好，乌克兰解放成功。自由法国又赢了。尼克松下台，本乃迪上台。看这个笑，这个笑容，要有多灿烂！看一下哦，这里面有谁啊？冰岛啊，菲律宾哦，回来，包漫步。我讲，我就玩两个小时，从头到尾都在看故事而已，好累哦。
老陈是共产党的情报员哦。所以卢汉跟高中一直以为，哎、欸，没事没事没事，但是其实私底下已经乱起来了。自身来当为什么？还在盖啊，盖啊，台切尔当上了。生产单位哦，还是生产单位，然后分给民工，我要先有生产单位才可以。哦，生产单位是看是跟 GDP 绑在一起，所以你有更高 GDP 才有更多生产单位，那你才有更多工厂，环环相扣。这边我已经放弃了，完了，再去点也来不及了。哎、欸，等一下，两个大事件，法国站起来，然后西伯利亚要被又统一了，西伯利亚，还是这里。神兽国这三个字听起来就很不得了。政府状态，这里呢？看有国策就知道，应该是比较有趣的。东西伯利亚，那西伯利亚。盗匪跟罪犯都被弄出监狱，让公路加入革命军。开始了，开始了。最高水啊！完啊！太小了，我没有放大才看得到。哪里呀、啊？太神奇！还有个新波兰呢，现在离波兰超远，好不好？就是一些炸出来的国家，然后他还在这。在远东哦，来找一下远东，还有个太平洋舰，不是打这个什么？打日本帝国？哦，在这里，对吧？最高维埃主官，他自己呢？还好，
就是在评价什么，如何评价江泽民 Too young, too simple。继续看，继续等着看他们。哎，我们这条点完了，点个。无地勘察。拔缺补漏，跟我们政府拉近一下关系，接触一下。哎、欸，然后这边变回去了，然后又独立了。接着这两个打起来，啊，然后可甘乃迪又挂了，不，这事件太集中了吧，好多事情哦。他想换谁啊？个人上台。我记得他这个时候好像他们自己是不是也有选举是拉票之类的东西？印象中，不过南非战争还在打呢。改组政府，再来看这局吃鸡圈谁获胜啊？等一下，太平洋舰队都可以打赢。接下来应该是他们两个要打了吧？就这边吃到东远东吃到最后剩下这两个，然后他跟军政府比，过时装备。背后有人造吗？在树顶。哦，开打了。两个打完应该就打这里了。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啊？大波兰刚不是还独立，变保护领了？哦，干，还要回去，才独立出来，打了场仗，还要回去了，打个寂寞。
我目前看下来，卢汉在故事里面感觉就比较就人家说就是眼不见为净的，然后用钱去砸更多的钱。先看是这样子，没有他，因为他毕竟他表哥那个龙云的名气人声太大了，他要想办法压住他，但是又不能整个把他翻掉，不然他难境内一定会先炸掉，也蛮麻烦的。不过好了，啊，我今天先玩到这边好了，我后再之后把这个档打完，才因为这个档还没有，老实讲还没有开始，我重头戏还没开始打。其他地方都打差不多了，大东亚共荣圈我在等他炸嘞。那我之后的话，应该先把这个档打完，下一个档我们来玩广东，因为我知道广东最近更新，之后就打个小一点的，先熟悉一下游戏机制，大概这样。好了，先休息了。今天进度还算可以啦，看了蛮多故事的，大概故事都有一点了解。没有，那你说你哪里看不懂？看不懂，再点一个好了，两个，先聊一下。还是闲着。可以点了。啊，经济我还在磨。陆军我不太确定，因为应该说每个 mod 都差不多，你要再重新学，你要看说话那个长怎样，不然就是用他系统给的，不然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打，在想，我真不知道，所以我陆军都没动啊，我不知道动什么，我也很头痛。我不知道怎么动了。好啦，算了，先休息啦，不播了。